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，本命何当消失？在八字里面，我们本命当中假如出现这个何的情况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当作消失，没有这一个字。那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你就不用再去理会，这个何的现象。各位，何啊，它就是啊，你把它当作空王就对了。它在本命里面的何呢，就是表示说啊，你有这个基因，但是平常不显现。那它要显现，它必须从大运流年这一边去作用，它才有办法去出来。否则的话，在大运流年这一边没有作用的情况下，你的本命的和代表的它就是消失，就是空亡，没有作用的这一种的情况，就很像我们时常讲，你的潜力就不是这样子啊，问题它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，和本命的和当消失啊，它也有机会会出现，但是它是透过大运流年这一边的作用，它才有机会会出现，否则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静悄悄的。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